OK, so guys， 今天有一辆 W177 来装 ambient light 啦，它原装是没有的，所以我们这个 ambient light 是 cooling 下去的，所以它会在 comfort 这边按进去，有一个 ambient light， 点一下可以选咯，有64种颜色可以选啦，可以用这边来 control， 或者是你 touchpad 怎样 control 都可以，steering 也是可以 control 啦，然后它还有那种 multi color 的 function 咯，很像这种蓝红啊，然后紫色蓝色啊，蓝色啊，都可以自己随意搭配啦，看你们喜好啦。OK， 有很多种啦，慢慢选。Okay, 所以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来 email 多嘛找我们啦。OK，see you guys。